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义兴大学各位法师讲师，各位贤士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莲座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当下此时，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明阳两界共修的一部心灵灵性依归的世界和平灯塔，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内涵不是只有入世，也不是只有出世，你要出世一定要先有入世，把它做好，就有如佛教佛法六祖慧能大师所开示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是觅兔角。又神秀大师写了一首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他所悟的所开示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当时还王子看到人世间生生死死的痛苦烦恼，所以他要出家去找到生命永恒的生命在世间上跑遍了六年，参加各种的法门的修行修苦恨，什么样的修都有，后来心还是不安，只是在外面这么转，没有进入心中里面去，所以他就第七年了不再跑了，就在那一棵最大的树下，菩提树树下做反省忏悔和实践，反省往昔所造一切的事情，做非常判断的自我，公正的来审查自己，审判自己的是与非。那么连续七天
日夜就一直做反省忏悔，这叫做孙氏菩提树，心如明镜台，一个镜子，时时勤无事，就是做反省忏悔，要反省，要忏悔，勿使惹尘埃，就是实践，不要再犯错。以前错误了，错了，忏悔，不要再患上这些毛病。我们很多人做事业都一样，贪做、贪求，结果到最后失败了，拖累亲朋好友，真的很可怜。所以神秀大师是入世的修华啊，慧能大师他就开始出世出世的修华，这是悟，一个修，一个悟。慧能大师他就开始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勿使惹尘埃。这是自己灵性天上界。所以各位，当下九种法位，本唯心圣教在世间啊，弘法修行三十年，入世与出世共同修行，我们大家都是社会上有家有事业有子女的，有长上有父母，有天子。啊，所以我们最珍贵的在家修行，我们不要换到没有智慧的做法，时时勤拂拭，勿使尘埃。啊，这个法门在啊，我们本易经大学本教的修行法门，也非常清楚的告诉各位，说你用易经。所以出水，这就是水入世，入世你要做反省忏悔，你心安，你才能进入出水，就天上空界。所以入世卸干没有做好，你要出水就很困难啊。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开示的了了分明，这个还本还原，原这个这个还原，所以给各位的原字辈，还本还原，这个是原，也是原，还本还原自己天上界，这天上界嘛，写过了天上界，那务必世间所有一切的尘缘。多得不得了啊，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王侯将相，宦夫走卒，都是尘缘。啊，尘缘里面我们仍有光明可以成佛的一天啊，是要去悟。那么这个
神秀大师他所悟的，这有形有相的是身，是菩提树啊，心如明镜台，这个远远的就是镜子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要去反省我们的三毒贪嗔痴世间一切的事情，勿使着尘埃，不要让这些尘埃烦恼把你的灵性盖住了，你就可以脱离烦恼的世间，出血你的佛性。那么我们这个七十二天师的真言都已经讲过了啊，这个六十四卦的世间我们就叫做命，那人名那人文哦，所以王禅老祖慈悲用易经啊，用这个法则告诉我们，所以这个六十四卦这个是七十二天师，也是六十四卦加上戊己诸天主灵合起来七十二，不是六十四，六十四加上这个一二三四阳加一二三四阴合起来是不是，所以总共有七十二天师。那么这个我们人世间的六十四卦就是我们的每一个的出生的年月日时排起来的叫做命卦，所以命卦就已经决定了你这一生啊，你的路程一生的啊名誉富贵财力子孙福德因缘清清楚楚。但是我们知道命了，那你怎么样去转命？我们要转命要转运，不要被命被运来转，你被命运一转我们是很可怜，我们要先知运先知命，然后你才能转命才能转运，你不知命你怎么转命啊？命不能重新写，现在社会上很多武术界的江湖朋友游戏人间嘛啊，就啊，你的命不好我给你改命啦，命怎么改，被你命全部重新写，甚至有的要相亲提亲命不好了哦，他就重新写了，他叫人家算命的帮他写一个好的命，我看了哇，这个命有够歹的呢，哦，那娶到你的你有够衰，娶到你的人足衰的，有输啦安尼，我对呀、啊，我挣到这么多，哦，所以我照原来的命，好的不得了哎，原来命的足好啊嘛，原来的命。其中有一位啊，是一个小姐，女性小姐啊，她要结婚了，那么男方来拿她的八字哦，爸爸妈妈呢希望女儿嫁了以后会幸福啊啊，就拿了去给人家盖个八字命，八字命已经继承了，你怎么改？但是社会上很多先生说啊，你改了会好运，说万一你的身份证查起来不对，你一生简简单单的，万一骨卡锁出来怎么办？哦，那个一生就不会幸福啦。我说你这个命
改这个名就周凤大过孔叔猛兄、哦、改过了这个孔叔猛兄的命卦、哦、所以周凤大过多美梦、哦啊、天地有才啊树库来好啊，这寅卯之月有一无啊啊，知足常乐，尊自在。我你这个命，你又是属于还得属老虎的。啊、是 属兔的，属兔的元神都破掉了嘛，所以空虚妄想啊，晚上睡不着啊，爸爸妈妈呢？哦，我这都改了差不多两个多月了啦，八字命都改了，我说你哦，现在晚上都没困你啦，睡不着啊。啊，睡不着嘞，那是空虚猛兄多梦嘛，我就是这样嘛，你心已经乱掉了嘛，所以照原来的好多魂，不要乱改啦。所以各位，我们学习这个道，不要为人随便改命卦，改了你有罪过，要下地狱啊，弄怎样去啊？不知因果替人改什么八字命，害人家结婚以后有一天知道他的出生人烈日错了，罪过谁要给担？所以各位我们唯心贤士同修们，不要随便跟人家改八字命。今天我讲了，若是有人为人改八字命的，因果你们负责。尤其我们的法师讲师，现在你们在这个中文哦，后山这么高，广场老祖可以靠。你们更要知因果，不能随便为人改这个八字命。若是有这个让我知道了，请你离开中文，把结业证书升级的玄师证书还有讲师的证书全部给我交回来，我当场当着天把它化掉，因为这样变成受贿的根源，自己种恶因还不晓得。相对我们维新玄师同修好几万人，我们要有智慧，而相对着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知识们，每个人来世间的八字命都好得不得了，你要知己知彼，你才不会患上颠倒梦想哦。所以这一点呢、啊，九九法会当下，我在当下莲座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的座前，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座前，声明这个社会上的乱象，本宗门绝对不能有这个现象，有这个坏习惯，一定要以身作则，共同创造人间成为一块净土。先要知命，你知命了，你绝对会很幸福和快乐啊！所以我们很多的命卦，每个命卦都很好，没有不好的，只是你要知命，知道你怎么去发挥啊，这一生怎么去做你的事业和人生，你一定是幸福的啦！啊，若是我们命卦也是这个卦，周凤大过的命卦，周凤大过多美梦，所以周凤大过的命卦的人晚上梦很多，大部分的梦很多。啊，这个天地有才，树库来，
才是有，哦，但是守不住，啊，天地有才，速乎来，啊，寅卯之年月有亦无，因为寅卯年，啊，这是冲你的元神的年。啊，冲元神呢？有宅那无宅那无那无呢？哦，或是月令，你们要很小心，不要贪求。啊啊，也知足常乐，尊自在，知足常乐啦。啊，自己凡事多做一些有益的公益事业，自己多念佛，多修行，多做反省。多做忏悔，那是最大的福报，哦，那是最大的财富了。好，我们再下来，泽水困的命卦，泽水困卦，财库钱，有财有库哦，没败哦。好，五月有灾，八月来，虽有财有库。五是我碰到五年的时候，啊，五年五月，寿命年五年五月有灾厄，而在八月份就会到了。啊，那么春冬财旺是正时，啊，春天一。二月，冬天十一月财很旺，是正时，或是啊、春天寅年、卯年啊、亥年、子年啊，这个四个年呢，财旺，温度靠后。啊，再来，守己待时，财神来，不要急，多做善事，多修行。啊，有空自己多念经，把你内在的本能智慧，把你的守护神请下来，尤其对祖先要孝敬，对父母。一定要孝顺，你才要处事的对父母要更孝顺，列祖列宗才会保佑你。若是对父母不孝顺，对祖先不孝，你才会来，我就不相信，看太多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在事先了解自己，那我们子女。也为他们开示啊，所以我们能生儿子女儿很高兴，但是你不了解儿子的天命，来到世间一生的运，他的功德天在哪里，你烦恼还是很多。若是你知道子女的功德天在哪里的时候，依照易经命卦啊，告诉他们，一生一定会平平顺顺的啦，那一家和乐，世界就和平了嘛。啊，有人说，师父啊，世界怎么可能和平？对呀、啊，你家先和平了，世界就和平；他家和平了，世界就和平嘛。你要和平，先要治病嘛。你不治病，要和平很困难。好，我们再来，命卦，啊，泽山险。第三行，泽山险卦好修行，三德通济好修行，四爻是兄弟，啊、哦、财，无财有库，就是好修行，知足常乐，好修行。寅申酉月年也是八卦年呐、啊，寅年申年酉年，黄失财，了吉。爱注意了吉，好，那么勿贪勿求，家安乐。
佛法修行，夫妻之道在相互尊重啊，像这个命卦了啊，夫妻本来要很好，但是有时候男人呢啊比较男子气派啊，比较很容易忘掉自己的身份，所以家庭的和谐就会产生的很多不必要的冲突，所以要先从齐家修身齐家，而身不修，你不知命，身自无法修。你不修身，怎么齐家？你要怎么要治国？治国是有大国、中国、小国，小国就是自己的事业嘛，是小国嘛，啊，平天下，家庭的天下，事业的天下。啊，王禅老祖当时倒教慈航，说要天下太平，我很高兴，哦，可以做到天下太平，越想越不对，我跟老祖啊，点香哦，老祖，我愿意配合，天下太平的担子，我很愿意配合，能做我很光荣，能天下太平，哦，那很像玉皇大帝啊求啊，啊求了，若是我的病好了，哦、啊，愿意承担天下太平这个天命，啊，修罗刹嘞，换罗。36支香全部发挥阴阴摆的天空罗怎么摆的阴阴样的来哦，那时候我罗红啊，你知道吗，天空罗这样相差下去，结果36支香啊，这是圆满发龙哦的，那时候心里没办法形容，终于我的病，肾脏病终于会好了啦。但是接着进到佛堂来啊，观世音菩萨借着谢老师的生活意义，天下太平是人人有责。啊，天下太平，你发愿要承担天下太平，但是要好好修才能天下太平啊，你的身体啊一定要好好修，不然的话身体不好你怎么太平，自己身体就是太平不了了。我吓了一跳，哇，不讲我跟你点点心里祷告你啊，谢老师在佛堂里面在那边禅坐了，观世音菩萨啊，这注意点啊，看啊，但是自己认真念佛。台湾祖师谢妈妈很慈悲，瑶池金母、玉皇大帝慈悲啊，诸佛菩萨慈悲，让我的身体一直好好到现在30年、31年了啦。但是这段想来呢，我都不敢吭声，我怎么让天下太平？这个路是真的很遥远遥远的啊！有一天老祖开始，只要用心把天下事放在心中，时时为天下、为地球上人类来祈祷的时候来祝福，天下就会太平。哦，讲到这里呢，我就稍微比较有信心。所以一路走来，时时刻刻，我抱着地球，抱着地球在胸口，把地球所有的万生万物、大众安危等等，啊，我用念佛，念佛从心灵放出这个光。这有的天主教啊，那一个神父吧啊，他们心里放出七道光
啊，说这样，说放出七道光来加持众生，我学到了。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这个妙法你们也一起学，啊，一起用，用在你的家庭，用在你的亲朋好友，用在你的事业，用在我们的国家，用在我们的地球，时时由心中你静下来，啊，把地球放在你的胸口，观想抱住了，由你的胸口来放出众光明。七彩光，我相信世界会和平。所以三十年来的世界世间，王禅老祖慈悲导驾慈航，和诸佛菩萨的加持，万教齐发。所以啊，五千年来，这三十年来，整个的社会国家都有比较平稳。我们要感恩王禅老祖。啊，诸佛菩萨、玉皇大帝、上帝的慈悲加持，啊，所以命由我自己修，运由自由我自己来转，不是靠谁来转，啊，那由我不由天，你把天放在心中，所以由我自己不由天了啦，所以转变命运的一把锁，就是先知己。知己以后，然后我们已经讲过七十二天师，你的天上界的自己的净土已经都建立了，那么两界阴阳两界啊同时修行，那你的自己天下就太平了嘛，安有简单不？惊到了，哈哈。好了，折三弦这好修行啦，啊，折三弦卦好修行，隐身有连月，黄师财啦，勿贪勿求加安乐啦，啊，这个夫妻全家笑呵呵，家庭过后嘿，啊，修身齐家啊，夫妻之间相互先尊重。啊，那么夫妻能尊重，家头万事兴。啊，最近呢，啊，有一些父母把钱留给自己子女，啊，现在子女呢，啊，就跟媳妇啊在告啦，到法院去啦，孩子到底要谁管啦？可怜的动物啊，啊，真的可怜的众生，啊，不知天上界大家是有约而来。相互要的成就自己的子女啊，夫妻争有什么可以争的，哎呀干嘛就更小哎，啊，很可怜啊，希望大家要注意啊，交代自己的子女好，那啊相互尊重好，那再来择地萃卦，命卦择地萃卦啊，择地萃卦要勤耕啊，爱勤耕，掘地得金嘛，锄地而得到金嘛，啊，天上四才有福人，五后五后福一定要先从德啊，五德的人，啊，天上四才有福人，啊，有修善事才满。财满贯有修，哎，显出财满贯呐。啊，几年有年，而、啊、这几月和有月，几年有年，几年的几月，有年的有月，啊，月令破财来，几年有年，一黄破财，啊，就不贪嘛。那一黄破财。就不贪以外，大家学易经，我们在台湾现在各地都在开课，啊，你们要来仙佛寺很不方便，那我就培训一两百位优秀的法师讲师，到台湾各乡镇各地，啊，去我开课传授，
大家共修嘛。那么有的没有缘，我们又不要勉强，有缘则度。所以王禅老祖开示了八宝心王，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不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嘛。人生六十不知修啊，等待何时再来有。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修啊，着地脆的病挂了，挂挂都是好病啊，只是在于你有没有悟啊。所以我再重复一遍，着地脆挂的病要勤耕，较骨力的今仔日土下较认真骨力啦。啊，那么天上四才有福人，有福就是有德，要以德为先。啊，有修善事才满贯，有修大家来读易经啦，啊，多诵经，好话多说，好事多做嘛，义工多做啦。我们中文有好多啊，来读易经班的，啊，要他做一些义工。伊讲我唔是来做义工，我要来学术的嘛。他我要来学这个术啊。我不是培养江湖术士哎，若是培养江湖术士，你不要来。哦，因为我培养江湖术士，我有罪过哎，你也有罪过。那到时候我们水陆法会涅槃这里，到第三天就要招请了，算命师啦，地理师啦，什么师啦，江湖术士道上的灵，在地狱界一个一个把他接来听经闻法，然后帮他们皈依。哦，每年我们水陆法会看到这里，我就很怕，我怕说我所有的易经大学所有学员变成江湖术士，到时候我又要跟你们到地狱里面。那时候由啊这个法师大师们啊仰仗佛力，仰仗地狱藏王菩萨的慈悲啊，我带头大家一起出来皈依，那不是很可怜吗？所以我们当下要知己知心，知自己的运，知自己的命，得恨一定要先走啦，先修得啦。哦，你要有空义工，你不要说啊，我做义工会冲上啊，就不读咯。啊，前一段时间我们圆武法师啊到医院去的时候，碰到一位也到医院去了，他就说哎，你是啊我们维新中的啊，是啊啊，你第几届，他第几届，现在呢没有读了，因为你们讲得很慢，都要叫我们诵经，我要持咒，我不是要学那个，我要学术。好，那就好了，笑一笑。所以各位，福自我修，德自我修，道自我求，道我们要自己求，也要求后而修啊。所以我们道，道上有道，命上有命的道啊。所以各位同修自己要修，自己要学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嘛。所以你得到着地脆卦是好命，但是注意着地脆卦你的财有破啊，那所以着地脆卦要勤耕啦。天上树才有福的人，因为你有破掉了，要做行功立德啊。那么有修善事才满贯啦，几年有年，几月有月啊，月令破才来，爱注意哎。好，再来。离为火的命卦，离为火命卦啊，离卦火焰烧财宝，就是要多布施啦，烧财宝
经商投资勿颠倒，要有智慧啦，那不然颠颠倒倒啦。秋采兴旺在中秋，中秋指申月，有月嘛是八月中秋嘛，财最旺嘛。好，那若是生年有年出生的人，你的财也很旺。亥巳年月亥巳月衰，黄魔考会有很多的魔考，跟官鬼爻，比如离为火了，今年有四年你是破财年，又九日，我们有几位师兄四爻属亥的，今年亥巳冲，又都把命冲掉了但是走了很潇洒那么家人说，叔父啊，为什么我老婆老公早上还在诵经，下午就不呼吸？我恭喜哦，人早晚要死一遍嘛你功德圆满了，法界道了悟了，朝闻道夕死可以呀你早上你悟了，傍晚走了，那你就成道了嘛。人来世间上是要来接法要来修道接法，我们的身体借用，若是身体借用假的不一推推，不知道修行，你的灵性还是很无奈耶。所以我们有的师兄师姐早上念经念一念，下午一睡觉睡了就走了，也不起来。我说真的好，真好耶有的问我说，师父修行干什么？修行比较好使就好了，不然大地供小地供尿管也不通那里面插管怎么样？哎呀，真的人的尊严都没有若是能够啪就走了，我自己回归自己天上境界。不过注意各位同学不要那么早走我已经把那七十二天师你们的净土都传了，你们念念念念飘久就走了，到时候我学员少了怎么办大家在世，你知道命了，知道运了，你要发更大的愿，你在世间上多做一些帮忙，帮我普度一些有缘的亲朋好友帮我忙和老祖一起共转世界和平法轮。所以你悟了，来去自己由自己去决定你的命运。所以命由我修，运由我修，受自我求，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受事，人生才是最高境界所以我们台湾祖师他81岁就走了，谢妈妈他还没这个往生的时候，他说他是81岁的8月1日要走，结果真的81岁那一年8月1日就他就走了嘞，就回去了。你看修得多好所以人三生七代，巧走百里路径，三生七段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们的灵性。颠颠倒倒要小心你怕颠颠倒倒，我们在世我们要修，多诵经，多念佛多拜佛，好事多做，那你绝对绝不会吃亏的啦。好，所以离为火命卦的离卦火焰烧财宝，草板离叫湿，要湿不湿，你越烧那布施越多，你越发达经商投资勿颠倒，你要有智慧不要想做就做，颠颠倒倒一定败的，爱注意这个秋财，这孙有金嘛，秋财兴旺在中秋，好啦
亥巳月令月衰黄魔考。好，我们再继续接下去。火天大有卦，火天大有命卦。火天大有金满堂，金力满堂，火天大有的命卦。火天大有金满堂，勤修勤读，智慧专，勤修勤读，多读一些圣贤书，勤读智慧，你就会专一了啦。这春耕秋收冬隐藏，咱人啦发财吼，莫想臭屁啦，那卯年酉年巳时注意畜，注意戌啦，注意天，卯年有财，但是酉年也有财，但是都是破财，弄邪啦，不是真实的啦，所以你懂了易经以后，你就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自己的人生走了很和谐的家庭生活，社会就和谐，国家也就和谐，一个人不和谐，家庭不和谐，社会也就不和谐。所以黄山老祖教我们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道自己皮是自己的，有没有读书，有没有勤读勤耕，有没有做善事行功立德，这皮你才能够百战百胜。祝福各位一切圆满，阿弥陀佛。本段节目由祥昌制衣有限公司吸纳。